好啊。开台前，我就刷了，没有啦，也才刷10分钟而已。Hello，我们就刷到大量消失，大量发生消失，大量消失，大量发生消失，我们就开始。想说有不知道，因为刚刚大量消失发生过4次。啊，今天睡到11点啊，昨晚太晚睡，作息都乱了，又乱了。嗨，露露六六。安，然后等下让眼尖的你们。波克比。哎呦，等一下哦，戴个眼镜。鬼东西，怎么飞不起来？我想昨天遇的那只伊布，我本来想说，怎么办？还是遇到闪了，要不要开台？要不要开日马？你看这只，哈哈哈，又遇到了。退化型，神秘早，今天不撩了，今天不撩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就不撩了，现在撩人是小狗。不然你会觉得我太油。不过昨天跟你联动的那个好像笑得很开心诶，他看他就笑得很开心啊，还是可以去撩他。你就可以撩他诶，昨天讲女人，他就笑得很开心。那女人还不是因为你教我怎么讲的？那么男人认真点，他觉得很好笑，你可以去他试试看。Yeah，我很怕生，我很怕生。但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啊，但是我其实很怕生。那时候其实，在台上撩那也是因为。观众跟我也认识久了，所以才有办法那样子跟他们聊、那么互动、那边玩。
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要结果。女人是他教我的，所以才笑那么开心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下次我订阅他，昨天去订阅他。下次有的话，我再去撩他。那昨天说什么？哎，你最近要陪我去跨栏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们去跨彼此的配偶栏啊，这样子。他昨天就整个是笑翻呢。红的母的、啊，拱的拱的拱的，要刷一个小时没刷到一步，结果去鲤鱼王看了一次就出哈哦。安安 ，Hello。又没水了。我本来上次是马达线掉，现在不是。笑烂什么？我还很多，只是真的是临时想不到，除非是有刚好遇到一些相关的，我才有办法。懂吗？有些就是知道的资讯量过大，所以没办法及时的那个说撩就撩，要遇到事情才行。除非是那一种已经先事先已经看好备好，然后才去下一秒才去撩。现在波特王就是啊，波特王是网络上看一大堆。那才会录音，他没办法，就是临时撩啊，临时撩，他当然是想不起来。那其实波特王他那些撩人的语录，很早之前就看了一大堆啦，然后只是拿去撩他的同事，一闪一麻吗？啊，对呢，等我一下、喔。也不是啊，我在想大量发生要不要算呢、欸？我算一下，大量发生也不是说真的看脸，你看刷了四小时就是不出、欸。为什么有时候飞一飞它不会变成鹿形态啊？为什么？它有时候飞一飞降落的时候变成鹿。被报告的宝可梦气息消失。哦，以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。我在这句，哈哈。嗯，怎么办？嗯。那其实这几天一直撩也是因为没什么话题可以聊，就都知道，你也知道实况组就是要自己一直找话题，或是找一些，懂吗？让聊天室不要不无聊，不要无聊啊，不要不无聊，什么？就是不要无聊的东西，然后才会东讲讲西讲讲，然后才会因为那一次就是。就很突然就开始在玩撩人的，对啊，然后就
带动气氛，带动话题嘛，那就聊一聊，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很开心啊，啊有些人就很白痴啊，就像你，会觉得很好笑，很白痴。楼上，等一下。对，我们知道。哎、欸，消失了，好吧，那就给他消失吧。那就让他去吧。好，解课题，解课题。既然消失了，就消失了吧。还不错啦，一批大量抓到了两只色尾，赚到功德。啊，你现在用的那一只就是在那里获得？哈？你现在用的那只就是在哪里获得的？反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我用的哪一只？哪个东西？你说沉迷吗？在哪获得的、喔？聊天室啊？雀仔啊？雀魂吗？你可以好好打字吗？看不太懂，还是聊天室有人读得懂？谁是雀仔？雀仔麻将吗？二连级能量球，哎、欸，刚刚应该不算撩吧？我就不懂小雀儿，小雀也不是小剑雀，也不是这一版的啊。勇士雄鹰。啊，勇士雄鹰，你照着主线一直走就好了。他也不是雀吧？他是雕哎、欸，哪是雀？雀仔麻将不是图鉴。哎、欸，你再打一句，真的是看不懂的，我就直接先让你休息个五分钟，你打好字再送出哦。哪一只啊？这一只吗？这只你照主线走就有啦，会送你耶，你不用抓好吗？你想要把它赶走，赶不了。好啦，马蒂呢？你可以不要让我在陈敏面前破功吗？我很不想骂脏话。不然他会觉得说我动不动就喜欢骂脏话，不对，好感度就下降。可估计等下回个三八，你想太多了。三八啦，你想太多了啦，还不能换色尾？对啊，来个 boss 色尾吧，也不行。啊、怎么是你？哎、欸，不是呢，怎么是你？所以是贱人贱人的喊，你怎么可以骂人家贱人？女人，你嘴怎么那么臭？过来，让我闻闻看，你嘴臭还是不臭？至少说，嗯，清过了，还蛮甜的，不错啊，蛮香的。你今天的护唇膏
很好闻哦。木木刚刚是讲开车吧？没事啊，我说过啦、啊。他现在就是乱来的话，我就是让他消失啊。一个不听话的观众，我怎么可以让他留在这边那么久？但不是，你现在上课时间又在那边聊天室打字，这样死啊？怎么人家别害你？奇怪，利恩是疑问句耶，你就用肯定句回他说没有就好了啊。为什么 QQ 别害我？不是你有这个意思才会被人家误会啊？你看你平时的作为，懂吗？你真的没有，没有是你在说的，有没有是别人的意思，好吗？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刚猛二连能量二连，能量二连。能量球二连，还有什么麻痹粉、催眠粉？能量二连，毒粉麻痹。哎，我怎么是毒粉？催眠哦，麻痹，无粉，早安，阿香早，今天有香香吗？哎、欸，那开台，我让他开台。刚刚稍早开，你可以拉到前面一点，大概五分钟，哎、欸，十分钟吧。抓到一只色尾一步，就昨天的那个色尾一步的位置，啊，又遇到一只。啊，对，忘记录下来了。想说开台每次忘记录，这个啦，这个是昨天晚上，想说睡前再去刷一下。你看开场先存档。早安黑猫。我想说，干差在哪边？就眼睛黑眼圈的颜色是不是？我看了一下，突然有看到，不，是早上刚刚开台前又抓了一只公的伊布。完蛋，两只在那边跳。冰雹也赞哎，对啊，看一下二连，差十一，能量球，好，那就二连，可以吃饭了。哇，这些技能都没办法狂 A。
欸，昨天中午没开，早应该说早上没开，你们有没有很无聊啊？就早上突然好像没有东西看那种感觉。我之前在看一些固定的台，也都是会习惯的，就是早上或是那种大半夜会有人开深夜台，然后就习惯去挂着台做事情。然后突然有可能有两天，他就是连续休两天之后，觉得哦，突然好无聊哦。会不会很想我？除了木木以外啦。感觉少了什么？可是昨天你们不是在米亚台玩吗？一群赌博的。对啊，最近早上起来都是看看人家直播，昨天没有就起不来了。哇，你嘴巴好甜哦！好，以后为了你多开好不好？可以丢他，你说小起点哦。哎，至少他那边蛮成功的啊，但他那个同阶人数很高了。因为其实，在那边讲白了啦，50人以上就很强了嘞、欸。因为他至少有办法把那个 YT 的观众带过去。有的话啦，就是 YT 有他有办法把 YT 观众带过去。哦，你是说那个砸的特效？二连插一只，然后高猛插五次。安妞安安，二连一次。那时候看吸血鬼什么鬼东西，又忘记了。不是有只鸟的技能会变成柴鸟吗？来看人家讲柴，哎、欸，柴鸟，柴鸟，去用柴鸟的，你的耳朵应该很痒。啊！利恩，利恩，利恩，上线，上线！带我去紫色的光那边。我今天挂了一整天，每个人都是遁地下去的，然后完全都不理我。我今天的每日就差那个紫色的光还没有去拿过。看到你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。哎、欸，打字好好打吗？低能，啊！被我 ban 三次的，我就直接永 ban 了哦。
哎、欸，还是不，你在上班吗？我讲屁话，你一定在上班啊！你有空吗？没空的话，可以挤出点时间吗？自私，没有啦，你有空再上来带我。华丽恩完全不见了。砍四十次哎、欸！以毒属性招式打倒 BOSS， 这个我想等大量发生哎、欸，我没办法。巨蔓藤是不是就只有 BOSS 没有野怪啊？对啊，就只能大量发生了哦。其实有遇到很多次大量发生，可是那时候也是在刷什么长尾怪兽的那个啊，就没有去。早安，小叶，早安。夜月安，
感谢热马铃薯的会员。哇，你最后还是加了吗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Live 群，可以截那个订阅证明到粉专。感谢你的会员。我那时候很想问你，你都叫热马铃薯了，他、啊、怎么头贴是睡着的狐狸？这个纠结了我很久，在想说到底要不要问。哎、欸，利恩，有没有开麦？有没有开耳机？带我去紫色的光，我今天剩那个任务还没解。利恩 ，Hello，Hello， 利恩。我光遇剩那个任务还没解。叫狂野人，天哪，好狂的 ID 哦、喔！感谢 follow， 有尝试放过，但很奇怪。你说放其他的吗？哦，还是你是说放烤马铃薯？昨天会那么晚睡，也是因为在等光遇有人陪我开门，就每个都在那边蹲地蹲下去的。哎、欸，太急了。想说。等到要打巨曼藤的话，训练场的北上的队伍有一支，哎呦，好哎、欸，可是北上队伍不是有五支还六支吗？那这样子我是不是直接刷 BOSS 比较快啊？感谢感谢，那我去刷 BOSS 好了。哎、欸，你没完没次帮我查，感谢你哎，感谢你呢，没完还要特地帮我查，分个档。有了，完成了。谢谢利恩。糟了，如果我刚开台跑去上厕所，你们会不会很爽？啊啊！开台要上厕所，李承浩安、静安安。挑战闪一步，加油！你刷到母的色尾，我可以跟你换。如果你刷到母的头目色尾，我也可以跟你换。我可以用一只大牙里小拳石大尾里跟你换。哈哈哈。师弟，哎、欸，今天日麻是不是更新到两点多三点多那个？是不是？叫小鱼抽了。开好了吗？没有，一定叫他抽，拜托。
你想要公的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、啊，对、啊，就跟公的啊。阿、啊、鲁，我说如果你刷到母的，好不好？母的色我有跟你换，我用公的跟你换。呃、嗯？开了哦。哦。那今天很快呢。对啊，我想说今天有要开日麻吗？然后想说不对，有在更新维修，然后看了一下，哎、欸，应该更新维修好了，没问题。对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我最懂你们了。你看第一期日麻的聊天，不要你们每次都在抽一大堆，都抽到了，上次也是被你们说。你看啊，就只会刺激我，他就没钱刺激一般人。啊，一群鸡掰人。番茄枣，没抽啊，买衣服而已。啊，我没北件啊，你北件不是买的吗？啊，不是抽的吗？你包底买的吗？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哦，大嘴沼泽这里，这里有一只巨蔓藤，哎，然后毒属性的靠腰，等下再来打它，歪道的，哦，北剑也不是歪吧？北剑那么香，倒是我那个记者抽到了三次，小玉一次，我两次。那个才歪吧？利恩怎么了？哦，可以登了，那很快欸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耶、然后反正现在我就只想要真的要抽的话就是北剑而已啊，现在没有什么角色我觉得喜欢的。他说北剑，反正北剑跟那个什么在做抉择啊，而且那时候菜渣在抽的时候跟他讲说，欸，北剑超香的，我没骗你，他北剑是直接保底买的。
衣服不会动啊，北京也没有会动的啊，北七穿的少就够啦。半夜看到我打开日麻就知道在干嘛啦。对不对？啊，半夜看到教主打开雀魂，然后角色是用北剑就知道在干嘛了。没错，我在画他们。没有啦，真的变得不喜欢画画。小智的遗物，这什么鬼？我去捡，我去捡。上次捡到小光，这次捡到小智，哇！虾饺，我虾饺。优花安安 ，Hello Hello。我想到上次我看了耿鬼的影片，我就觉得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，已经快被大家忘记，然后那种感觉哦，哭烂。萧远安，好久不见，萧远。头顶秃的小字嘛，你是说把帽子丢出去的那张图吗？我有看过了。小月昨天有来，不是联动，我是看屁哦。会成为耿鬼大师的，是吗？是彩蛋哦。我最近有看，只是没讲话。对啊，不是哦，联动打字我是看沙小，除非你说什么。聊天室没动，然后刷一大堆我。喂，我最近真的很努力在看聊天室哦，在联动的时候。就虽然在麦块玩自己的，可是联动还是有在看。太扯了。看你在刷巨曼藤，我想说去看，就问神木头，干太扯。你好狠，你好狠。好扯好扯，为什么你可以我没有？我真的还没有头目设为的、欸、没有自己刷到的、欸、我想说怎么绿绿的一坨啊，那是一棵树啦，打它啦，会掉星星沙子啊哈，那是一棵树啊，哎、欸，你大量发声有头目色尾哦、喔。你都是说鹿闪哦、喔，不是大家通常都讲野闪吗？不对，打北上好像也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北上的队伍有什么、啊？路边的伞啊，也可以讲野外的伞啊。北上的队伍有什么、啊？幻想一下，是不是可以顺便刷其他的啊？
单只野外的伞，全部都要野外的伞啊。可是通常影片上面都是讲野伞野伞啊。因为那时候什么连锁吧，不是连锁的那个吗？那时候是看人家说连锁的伞跟野外的伞，就纯粹是4096分之一的伞。晚上没事没事，看得懂就好。无地巨慢盆大草北离怪力自爆奇怪天秀，哇靠，好像可以耶。自爆奇怪，我看一下哦，自爆磁怪啊，是海的那边。哦，没有打倒，那还好。还有什么？大潮 baby 巨曼藤天蝎王有 boss， 那应该还好。天蝎王捕获次数、打倒次数，以水属性攻击打倒。哇，那打北京好像比较赚。要大草北，大草北。哎、欸，那大草北比跟天蝎王好像还好哎、欸，因为他们可以一起打。好，感谢感谢，我只能说太慢看到这个了。然后怪力的话，雪地那边有一只 BOSS， 很近，应该还好。谢谢麦克，哎、欸，靠腰过头。多到头目打倒次数10，以妖精次数攻击3。哎、欸，都来了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。有没有帕奇粒子色？哦，昨天看小雪在抓那个卷电云的时候，我好崩溃哦。他是，他也不是说靠得很近，就是他都靠的是已经会被发现的距离，然后他就沿路一直追，一直追。我想说，你不要靠那么近啊，远远的丢啊，小雪。第三季哦、喔，我还有个礼拜才能约，然后麻烦优花帮我约。嗯，早上，那，你早啊，你好啊。今天联动角色还没出。可以买衣服而已。你好啊，小鱼。那时候在刷皮雷丘的时候，完全忘记这张有巨曼藤可以打，它存在感太低了。不然那时候打雷丘可以顺便路过去刷一下他，还有乌鸦头头跟那个罗斯雷朵的时候，完全忘记有他。
孩子。晚上。作业安安，冇好回家啊，课题结束。疲劳，疲劳，白天。晚上，来吧，社会做梦。嘿，滚，没有用。是。三次吧，三次。啊啊啊啊啊！对耶，我的午餐，我的午餐你，啊，妮妮球来了，妮妮球的课题来了，没被察觉20次，哦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好难哦！草鼠还要打倒哎、欸，看这没有等大量发生，真的不好解。对啊，就是没有被察觉，还要补的比那个还多。我看到这课题，我想说干啥小，总是这样子的设定。其实到大舌头哎、欸，大舌舔，其实黑曜算快了吧？怎么打？还要刷到大量发生，不可能。很为难人，为啊，超为难的啊。等我一下哦。我吃一下午餐哦。他哦，他这个，他那一点真的是眼睛哎，会扎哎。看莉亚睡觉，看来要用烟雾弹抓一只回第一次，没有可以抓两只。营地是不河川蛮多的啦，可是位置我记不起来，我只知道最边边的那边的，还有那个湖的周围都是鲶鱼王跟泥泥鳅，可是太远了。主播有12多万订阅，却有70人。对啊，我过气了啊，怎么了？过气没人看啊，而且大家在上课上班，你想怎样？你是想怎样？你以为我这样就会生气了吗？没有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上钩。你们很失望啊！
没事啦，有个百万实况组的啊，开现在开个台都只有50个人看而已，好吗？百万的 YouTuber 现在开台只有50个人在看，我比他好太多了，好吗？你说你现在遇到泥泥鳅大量发生吗？你给我去，现在又去完成这课题。嗯，去顶爱配温开水。放我吃鸡鸡就3000多人，哇！你不想一下他当时在退取开台，就十几人看好吗？看谁？你冲突档案了，好吧？答案继续啊，那个 CYY 继续。看你还能打什么？继续打。而且人家是在退取开，他放弃 YT， 他为什么要放弃 YT？ 有没想过这件事情？主播好帅，来继续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继续听你掰。欸，还有欸，迪士尼的金牌特务可以看了欸，好爽哦、喔！金斯曼起源可以看了欸，我好开心啊！咻！不是啦，我没，哎，没有啊，那个小鱼他在乱的话交给你处理啊，我只是想看他还能干什么。没有，你要知道，今天好，我12万70个人看，那你怎么不在我当时1000多个人看的时候，在我聊天室打字，对不对？那就看他在该什么啊，我是好奇啊，还能该什么让我生气？因为知道存心来闹的，有时候就是想看他还有什么梗，又发现其实还好啊。他今天又叫我去主播，怎么不去抓大优奇西斯，我才会发疯，好不好？啊，结果那个神兽现在在聊天室被 ban 了，那他也不能打字啊，可怜。可怜呐、啊，你看看你多少人啊？你有100订阅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人看你的台吗？啊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理你吗？只有我理你嘛，对不对？可怜，只有一个人理你啊，可怜。你还会什么？对不对？出一张嘴，不用手打字，然后都是小屁孩发言，然后每次提到你就跟拿铁别人跟我比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时候问你问题啊，你输了就拿其他人来跟我比啊，你还会什么？泡爸泡妈泡爷爷奶奶，对不对？小朋友，等一下你，我没有恶意啊，我觉得你恶意满满呢。好啦，你没恶意好了，我好误会你了，可是你的发言就是很不尊重人呢。啊，你今天又不是像说，哇，主播的影片这么好看，只有12万，好可惜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就很可惜耶，明明影片那么好看，就只有12万，啊，怎么直播只有70个人，真的好可惜，这样子
啊，你自己要打对呢，啊，了，啊，打不好会觉得很有嘲讽的意义，比如说，啊，怎么只有70个人看，好可怜哦。讲的每句话都不好听，对啊。不是啊，今天你要看什么是你的自由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又没有要吃鸡鸡啊，没有漏奶，啊没开视讯什么东西的。啊，我有的原则啊，啊放火是已经放弃他的原则了啊，懂吗？大量消费。今天我又没有在消费什么人，啊，我只是在陪观众度过漫长的上班上课时间。虽然我都逼他们说不准看，对不对？所以繁星要露吗？我不要啊，怎样？我就是不露，怎样？你知道，因为露脸人数暴增这种东西我不要，你懂吗？就像爱情，今天你长得很漂亮。对不对？应该说你今天长得很丑，就当你去化妆整形之后变很漂亮，一大堆人来看你，来追求你，这种的爱情我不要，我要就一开始，懂吗？一开始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爱我，喜欢着我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还是不会露脸。那就是我在还没露脸的时候，你们就很爱我的时候。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子我就更不会露脸了。那露腹肌呢？我现在没练了，现在因为疫情很少去健身房了。我已经三个月没去健身房了，欸，然后那些钱都在浪费，我觉得好浪费哦，喔，每个月要缴快1000块，欸。好啦，主播抱歉，说一句，我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慢走。欸，我怎么记得你上次有来闹过啊？是闹过吗？我有看，我其实对你的 ID 有印象。有没有惊叹号我不知道，但我对 CYY 很有印象。不要小看我记忆力哦，我是很记仇的哦。缴那些运动又不是在浪费，我是第一次，那可能有人盗用你的 ID， 你要小心一点，欸，记得要双重认证哦，喔，这是主播给你最后的温柔，好吗？哦 ，CCY， 对不起 ，CCY， 啊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温柔，这是我的温柔，这是我的温柔。麻子在吗？我在唱五月天的歌，欸，你还不出来？说到放火，我觉得他游戏分类根本就可以用闲什么那个闲话聊天那种分类的啊，他根本就没在玩游戏啊，不是哦。就真的遇一只伞的时候，就比如说他只是回村庄过来遇一只伞，过程就已经30分钟了，欸，全程都在聊天，然后在那什么叫那个跟别人互动聊天聊一大堆，哇，怎么办？这只泥鳅，蚯蚓，主人找你。林北洗泥鳅了，上课了，拜拜。我就看你什么时候会打字，你拜拜。陈敏，你有在聊天室吗？我叫陈敏，安心找你。说不定是小分身小号，啊就不知道啊。很多很多都嘛被盗也是说啊，我弟用我的账号啦，我哥用我的账号啦，这个看太多了啦。
他上次不是有个四岁的，说什么？他哥哥控制他的手打字，还记得吗？那个四岁小弟弟说他哥哥控制他的手打字。你不知道，好吧？我的事你不知道的事。完了，头上有这个冒泡符号的，不能抓，抓了就没有那个警戒值可以用。你不知道我沉迷又不见了，吃饭也不讲个拜拜什么的，是不是没撩他，他就会不见了？找到了，太好笑了吧？我太好笑，哪一个太好笑？做了什么事情？做了什么事让阿香可以笑成如此快乐？你看啊，这边其实这个湖有很多泥鳅啊，可是重点就是没有被察觉大鱼捕获啊，就是在这种湖上找很没意义耶。四岁，对啊，他就说，我就问他你几岁啊，他就打四岁。我说哇靠，四岁你会啵啵吗？哦，你神童哦。他说没有，我哥控制键盘在打字，然后就后面一直语无伦次啊，就想说看他还能打什么，看到后面就还是把他ban了，因为他其实已经影响到聊天室有些人了。我就说啊，好啦好啦，我让你冷静啊，不然你打这些事情，我聊天室可能有些人会不开心。像聊天室前阵子有两个姓许的，都是我重点观察名单。我喜欢讲自己的啊，还有印象吗？我现在只要看到就是没有头贴，然后名字是本名的那些，我真的都很害怕。啊，每个都说怎么又是没有头贴本名的啦？不要啦，你们很恐怖欸，会不要这样子吗？怎么又是这个泡泡符号？就是那个姓许的那个什么。前天跟我讲说，好啦，不会再犯了，还是什么东西的。我就回答说，你也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乱讲话啊。然后就那天在抓那个谁，那个谁，那叫什么？波加曼。然后他聊天是打波加曼，我说对啊，我在抓波加曼。然后就是突然打草苗龟，我说欸，你又来了哦，就先把他ban了。欸，不是真的 EQ 很低的问题哦，是有些人就是白目欠加杀欠加凶啊，对不对，木木？欠凶。可能当时没看到，木木去上课了，对吧？趁机嘴他。那我就讲了嘛，其实我可以真的不撩啊。那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拍过头、闹过头，我才会拍撩嘛。就像高校的时候，不，末日生存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说，那团团你喜欢吃什么？然后他们就讲什么炸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就说啊，我是你，我就想说我喜欢你了，对不对？
被布撩的好吗？可是我觉得这就没有一些效果跟画面了啊。然后有时候就是很明显巧克力是什么职业了，然后就变得说怎么办，要不要给他机会，不然有时候他真的没体验我觉得很难过，就很像那个什么狼人杀的时候。因为真的从说话的口音就可以听到他的是什么职业，就比如说他特别会带风向的时候，因为想说他那种特别肯定特别会带风向的时候他就一定有问题。因为你们注意听哦，他只要是狼的时候他都会那个说什么快跑快跑什么之类的这样子。通常啦，他当十次狼里面有五次都有六七次都会这样子。巧克力是超明显啊，就听得出来啊。所以那时候每次在看的时候就先远离巧克力啊。然后就有一次是他，那时候我是怀疑他，然后是有一次他为什么可以力保蚂蚁吗？就保得很明显，我想说，啊，可是刚刚好像没看到你啊，可是你又说蚂蚁在这边，除非百变怪嘛。然后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他就是越聊越有点，他觉得就是啊蚂蚁你怎么放弃了？你再多力挺吧，再多挣扎一下，就蚂蚁已经开始有点半放弃了。对啊，有时候真的不是故意说，不是说要对他怎样，是太明显。哦，我网络上有看到有人一次遇到三只花岩怪的影片，我觉得好扯哦。就那边不是生拉鲁拉斯、奇鲁利安、鬼师跟鬼石通，结果花岩怪把这个几率全部带走，超强哎。怎么会这么扯？好扯，好扯！太远了吧？我是泥鳅，有听到我的回？我看一下哦。然后这边最棒的是，这边有一株小草丛，一株。小草丛就可以躲、哦，太好笑了。泥鳅，毛，干好难点，这里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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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泥鳅是很记仇的，快跑！像他那时候当怨灵，然后躲在那个屋檐上的时候。他就那边跟什么诺因互保什么之类的，我说不是哦，不是哦，如果你是好人，一些阵营职业，你才不会一直待在屋顶上哦。我说他会又养小猪啊，因为他通常白天他不会在原地，他其实理论上都会去找狼，然后都会带人去找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一直在那原地。好啦，他其实真的还是会在原地没错，可是。因为他那天一直都有在，就一直说有人在养小猪什么之类的。我想说他会不会想把诺因养肥，懂吗？就是诺因两个人互保。
那果不其然，那就是嘛。欸，不过他当怨灵的那一场，应该说那几场，居然没有人第一个查他，对不对？因为通常他每次当怨灵都是第一个走的啊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想查他。不过可惜是怎么讲，有些角色真的不太好，不太适合玩。像其实抖 M 吧，抖 M 其实就其实很要玩的很怎么说，因为他是一个职业啊，他不是一个副职业那种感觉，不像是以前是啊你是女巫，哎、啊、又是抖 N， 那这样也好啦，不然女巫就那边投毒说你要不要毒，你要不要投我，不投我杀了你，这样子。哎，想到以前的女巫就真的太 OP 了，每天都有毒药。不是狼啊，那时候是怨灵啦。最扯的还是团团啦，连续当。当怨灵欸，只是有一场很可惜是米菲刚好是抖 N， 然后米菲那时候演得很像是守东西，说欸你回来什么之类，真的在后面追，他是真的有在跑，他不是假装在跑，他是真的用力在追团团，可是他是真的追不到，团团也是跑得很勤。欸，其实这课题解完了欸，解完了欸，哇，帅气翻滚！原本以为会解更久的，想不到之前私下偷偷练习抓泥泥球，抓出心得了。哇，好猛哦！嗯，你好。起雾不好打，睡觉。哦，然后昨天我去看我猎人那一场，就想说。但不是，我是真的都有瞄啊！啊，怎么瞄小雨瞄一下就中，然后瞄那只狼，我怎么瞄都瞄不动。那我说，不是啊，纯猎人的话应该也是瞄得到啊。啊，怎么会连瞄的机会都没瞄到？啊，没事，我本人蠢。安安，你是雨蓝？不，你是雨恋吗？因为你那天留完之后，我们大家都在猜你的身份是谁。你是不是雨恋啊？是换头像、换名字，什么都……天哪！你终于看出来了，不是你。因为我会无视掉前面的东西，我是看到你后面特别长的东西，好吗？我想说你连头像都换了，然后 ID 后面改那么长，
然后是因为那天小妞跟我说，什么雨电安那个在打雨电斜线斜线嘛，我说雨电有吗？他有在聊天室吗？然后那时候往上拉拉半天看没有啊，你是骗我？他说那他说什么？就是那个改 ID 的啊，啊他是雨电哦，哇，我终于看出来了，完蛋了！你看你的改变，你的改变我都看不出来了，我们的爱果然是假的。哎、欸，我今天不能撩人，没有啦，我今天是可以撩人啊。可是我撩一个人就要汪汪两声。因为有人觉得我最近太撩了，都在不正经，没爱了。对啊，爱是怎么消失的？从改 ID 改头像开始。所以我还爱你啊，你还爱我不知道了，爱啊，怎么不爱？你变再多我也爱，只是我当下认不出来，好吗？啊，怎么是你？就像怎么说？平时我们吃饭，对不对？吃一吃。都没事，然后突然你跟我讲说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吃香菜的时候，我当下当然会错愕啊，你懂吗？会没办法接受啊，想说，哦，吃饭吃这么久了，我却不知道你突然喜欢吃香菜这种东西，当下一定难免不能接受的啊。刚刚听我汪汪两声哦，啊，我刚刚不是讲了，已经讲四次了、欸。讲那么多声了，还听不出来吗？香菜明明就很好吃，你是欠杀，你是不是欠杀？你为什么要吃草？他说好运旺旺来。香菜超香，没事啦，我也不会想要宣战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要战的话，你们一定战不赢我啊。我聊天室就马上设成十分钟发言一次，我就可以自己讲自己的啊，再讲啊，再讲啊，啊，不是香菜很好吃，然后可能订阅要改成订阅七天才能讲话，不然一夜月的那个分身大军等下就冲过来了，订阅要。超过七天才能留言这样子。香菜不好吃，对嘛？好好说话不是很棒吗？别凯人禁语，是不至于啦。没有，因为怎么讲啊？人家的喜好你也不能去怎么讲批评啊，或是一些做一些反感的发言还是什么的，忘记了。就是你也是要尊重人家的喜好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今天喜欢女生啊，啊有些男生就说不行啊，你就要喜欢男生。我说不行啊，你要尊重我的意见呢、欸，我喜欢的是女生，好吗？你这群臭男生走开！台湾不是出猪血糕、香菜披萨吗？那个我只能吃猪血糕啊！你知道猪血糕上面撒那个花生粉，已经是我最后的容忍的程度了。因为我是喜欢吃卤的猪血糕，然后裹面花生粉，我已经是尽量剥开然后吃了。我是不讨厌花生粉啊，只是它掺在上面，我会觉得说破坏猪血糕的味道。然后再就是还会有些就是果香菜，我说啊，这个是我一定不行了。我那时候不吃到什么程度，我把外面猪血糕的那一层皮
咬掉、吐掉，然后是吃猪血糕里面的心。不知道我多讨厌。我六只账号就给他订阅下去，来欢迎。对啊，所以没有想要去进这种东西啦。然后戴欧奇西斯过阵子再解嘛啊，等 DLC 出来你们再叫我解开好不好？或是等那个社群日结束好了，再叫我记得叫我解开戴欧奇西斯。戴欧，没鲶鱼了吧？其实台湾有些东西我都不敢吃，身为台湾本地人都不爱吃的东西，比如，其实佛跳墙我也不爱吃，因为佛跳墙里面有几样东西是我不敢吃的，就光是鸡佛就没办法了。我其实是一个很少在吃内脏的人。又不是国外不是就是都不吃内脏的吗？所以那时候看到台湾人在吃什么大肠啊、鸡心啊、鸡佛那些，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们就觉得很脏。啊，我是因为鸡佛，我真的不敢吃鸡佛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以前也曾经挑战过，就小时候挑战过，想要吃吃看。可是那时候咬下去的瞬间，我马上觉得。不行，我没办法。然后是前阵子我阿嬷寿宴的时候，我又去挑战吃一次，我还是不行。香菜冰淇淋，菜搭他们吃过啊，就说完全味道也不是不像香菜啦、啊。等一下你现在是附和我吗？说我什么东西不好吃？都现在我不喜欢吃什么，你要跟着附和了。对啊，佛跳墙就不好吃啊。所以，哎、欸，今天别人不吃这东西是好事哎、欸，他不会跟你抢、欸，对不对？你们喜欢吃香菜，那香菜让你们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不喜欢吃巧克力，我来吃啊。我说吃的啦，不是会讲话会讲个嗨巧克力那个啦。他干嘛？请问时空裂缝消失后还有时空扭曲吗？会啊，你一样在那张地图待久一点啊。然后，哎、欸，你睡觉只能睡一下下哦。如果你是睡的是有那种早上、中午、傍晚、黄那个晚上的那种时间点的话，你那个时间会刷新掉，你会刷新掉那个歪曲的时间会重复。很少人不喜欢吃巧克力吧？诺英啊。诺英就不喜欢，我忘记还有谁，还有一个，我也是巧克团的，不喜欢吃巧克力。麻衣吗？还是谁？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超好吃哎、欸！我怎么会讨厌吃？我说讨厌巧克力就算了，你讨厌吃巧克力？有啦，有些人会怕巧克力啊。是米娅。我忘记了，反正我那时候说没关系啊，你们情人节收到巧克力都给我吃。对啊，其实他不吃巧克力，我们也是震惊啊，吓到啊，怎么真的会有人不喜欢吃巧克力这种事情？他也不会说到就是要逼他跟着吃还是什么？他好像上次也有尝试过要吃，就吃到好像吐出来一样。因为讨厌巧克力，你是说吃的还是人啊？吃的还是人啊？还是吃人啊？然后有时候玩狼人杀真的会怎么说？干你的嘞！
啊，刚进来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我稍早在刷巨蔓藤，我好不容易刷到完美了，他现在给我大量发生，我去你的，去你的巨蔓藤！十八禁巧克力哦，那十八禁巧克力我也不行呐 啊！听说是肚子很像被捶了一拳啊，一直持续被攻击什么之类的。啊，我是怕辣的人，所以我连试都不敢试。我不想要死在马桶上面。等一下哦，啊，紫泥泥巴攻击，紫泥泥巴攻击，彼得招式，等下是泥巴炸弹还是泥巴攻击？哦，泥巴炸弹，感觉会拉屎。你是说拉屎还是拉屎？不是，是他们说吃下去之后嘴巴会辣，就是辣没错。可是就是你会开始辣到喉咙、胸腔跟肚子，尤其在肚子那边会辣最久，因为它在里面就在那个被消化。然后他就觉得说很像有人在你的肚子里面一直在撕扯。那最恐怖的是隔天在大便的时候，真的是很痛。我觉得很恐怖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自虐啊？原来今天喜欢的东西配上自己害怕的东西，懂吗？今天比如说我喜欢钱，那我害怕什么？男人，对。这两个配在一起我就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就算有些什么他可能就是掏出了一叠钞票给我，我可能会犹豫，但是我还是会拒绝他说不要，我不行。我只会跟他讲说今天我捞塞。对，怕小朋友不然吃下去。没事欸。然后他以后就不敢吃巧克力了。如果他还有以后的话。对不对？那他如果还有以后的话，他就不敢吃巧克力了。八炸弹，欸，可以看这个画面看一阵子吗？我的午餐再不吃的话，上面要变成一层油了。我吃了快两小时欸，天啊！白羽恋，你看过我那个吗？撩人那一部影片的吗？是什么锅烧面？我那时候还本来以为你也会在聊天室出现，就那时候没有出现，不然你不是最爱被我撩的吗？锅烧意面，锅烧面不是意面，虽然这种东西本来就不能放，因为
它会有油脂浮在上面啊，会有浮冰，这样喝起来口感超恶心的。还想手指跟 A B C 啊？没有啊，他不是说今天不撩了？手指 A B C， 很好笑。哦，还有啊，那天看到黑糖的一个欧文，我对你的爱没有终止，就把终止给切掉。我对你的爱没有终止。鲤鱼王又受害了，不止鲤鱼王好吗？泳圈鼬也会受害的，才不会只有鲤鱼王呢，对吧？就像比 rock 有没有？但是这次收进去的就只剩下中指了，我对你的爱没有终止。还好这次只要放二十五次就好了。哈欠呢？粉丝都应该，哎，这是你了。没道理呀，鲶鱼会飞啊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哪里？哎，难道有隐藏的飞行属性？你知道鲤鱼王摆出来是会飞的吗？
它不是在地上扭，它是在它会飞。它不像真钻那一种在地上啪啪啪的。哇，都长大了哎！你看这些作物，这些永圈幼作物。来看看这些作物生长。长得很漂亮，其实台配的那个宝可梦啊，那时候在跟优花聊天，他说因为台配不是都是喜欢把名字取前面两个字他们的发音吗？像妙蛙种子，竟然不是妙蛙，是种子种子，然后小。不过小火龙不是小火，也不是火龙，哎，是一只虾虾。然后那时候在跟他聊着，聊到后面就是，我说，其实台配还好，都是因为那个闪电鸟，才开始觉得台配听起来很奇怪。然后所以从那次之后，只要听台配都觉得很奇怪。报废。对吧、啊？然后就蛮多，就不知道怎么发音啊，所以都是用那个他们的名字两个字来弄。不过他那天贴了一个是钻石珍珠那个无印版的，然后给我看，闪电闪电，对啊，就闪电那个啊。然后他那时候是听到永圈，哎，永圈佑。勇气嘛，永圈佑的声音，他是永圈永圈永圈，然后优花就是狂笑。你说我破音吗？不是闪电鸟吗？闪电。你请求让他进化，我不要、啊。我在解任务，我为什么要进化？我在解任务，为什么要进化？哦，对啊，种子有啊。喵啊，种子使用飞叶快刀。哇，打两等的打不死哎、欸。猛哦、喔！啥什么啥啦？解任务啦啥？你给我钱，我让他进化，好吧？嗨！功德就打、啊，你说聊天室那个是功的吗？啊，我一样照打、啊。
我跟你讲，我不止不进化，我等一下还放生他。跟你讲，我要气死你！我说闪光伊布哦，哦，你现在才刷到哦，是不是很难刷？靠腰啊！我想说，是我扔出去有东西炸掉的声音，我以为我萤幕爆，你知道吗？他突然啪了一下，我想说我萤幕裂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萤幕坏掉了，萤幕坏掉了。像啊，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爆开的感觉啊！啊！biu！我上次也这样整个吓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觉得是萤幕爆掉？对不对？我搞不好以前萤幕真的爆过，哈哈！换组这有经验，买新萤幕了，谢谢你，不是谢谢萧远，叫错了。笑秋代阿亮安安 Hello Hello 刚刚是不是想讲我？怎么了？你想被我讲吗？谢谢利恩，我要萤幕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利恩，要买个新萤幕给我聊天室了，谢谢利恩。啊，现在留言谢谢利恩，有机会抽萤幕哦，这样子。真康安，有机会啦。啊、你竟然要我提你，那好，谢谢利恩嘛。我忘记上次谁是买了 S 十啊，不 iPhone 十三，刷，然后我一直闹他。屏幕啊，啊，你的名字怎么改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找到我有机会拿到屏幕哦、喔，找到你哦、喔。干什么？当时托的问卷里面没有地址啊！可恶，没有啊，没有也好、啊，反正要地址也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加个会员已经填了一些东西，还要人家的地址？那要不要血型、生日也要一要这样子？然后可能什么喜欢教主的哪一点这样子？
真的都是温阳记得，好强的记忆力。没有啊，因为有那个表单，表单可以看到谁生日啊。你们那天如果有确实有那个有写有填那个生日的话，表单看得到生日。他怎么可能记下400多个人的生日啊？白痴哦！哎，不过400多个人已经快每天一个人生日了，讲个生日快乐就好了，对吧？因为怎么讲，前阵子才200不到300人，那现在已经来到400多个。那时候只是觉得怎么讲，好恐怖，好夸张。对啊，可能中间也是有陆续有人退群啊什么的，但还是前前后后现在、啊、留下来的还有400多个。好了。结束了，我们撤，结任务，不需要再起逗留。哇，这只好大哦！当时结任务，他怎么不早点出来？对吧？我不会乱讲话哦。你看这个姓许的啊，你至少换头像。来来来，我看你等一下说什么话。嗯，也没有说什么讨厌姓许的啦，就是有那种本名的我才会提防啊。好喂，显灵剪一下，好哟。他怎么又 TA？ 看好心有好报吧，只是想帮人家捡尸包，赞赞。下一个嘞，韩文下西的，要改一下哦，不信。前面。难怪我都没有野伞，我都没帮人家捡一下。有些人可能有贵重物品在里面，去帮忙捡一下。因为有些人有些什么进化道具要进化，结果不见了。做点善事。传送中的阿尔抽丝，你还说你不会乱讲话，在攻他小。前面有大口福啊，所以咧，我叫大口福。
你名字都可以打错，你们两个名字都可以打错，小朋友。两个小朋友，你们下课了、哦。来，小朋友，刚刚是大口福，那这只叫什么？这只叫什么？皮卡丘？不是啦，你都乱说。像菜搭的礼物，我还存着哎，我还没有领那个礼奖励耶。星期三中午办学，差不多吧，礼拜三是半天呐、啊。大眼帅，哇！我之前死过，喷了五颗金珠跟大量的伤药，等了好久才回到说，对啊，就是帮人家拿嘛，就不知道我如果没有拿的话是怎么算的啊？是会换别人？我在想说还是干他这次真的走很快。在想是真的很久没人拿是怎么算？要不然那个人一直拿不到东西。我在想是还是每天会刷新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你放学喽？嗯，我知道。溜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点完了，来领一下奖励，角质的遗物。NPC 会减没有吧？那这样子干嘛？那这样就没有捡的意义了啊！如果既然 NPC 会捡的话，那给 NPC 捡就好啦。是阿靖吗 ？AJ， 天冠山路群星海岸。那等一下去捡遗物吧，把遗物捡一捡。听说 DLC 四月二出来，反正怎么看？买啊！我们怎么看？我们用看的，用手买，用眼睛才不会买到嘞。因为之前真传没有 DLC 啊，所以不知道什么东西的。我还缺什么？我进化，真的要让他进化，完蛋了，我要进化了，你还在不在？那个谁，好呀，林俊瑞要进化喽，来看哦。俊瑞。好了，你有开心吗？哪个俊啊？可恶！靠到你名字嘞！我找到了，俊 ，Ray。有看到俊瑞有没有？可以了吗？命你名字了。哦，不是俊吗？哦，那好，我要把他放生了哦，俊瑞，希望你可以听话一点啊。你是成熟的俊瑞了，拜拜。成熟的俊瑞，拜拜。
耶、yeah ！谢谢俊瑞提醒我要进化。好，我们去捡遗失物。哎、欸，北七，等一下，我鲶鱼王放生了、哦，我等一下要鲶鱼王课题啊！但不是嘞、欸，我而且我存档了，靠腰。俊瑞，你怎么提醒我不能放生？俊瑞啊，俊瑞，俊瑞，你怎么没提醒我不可以放生？不是买不买问题，是繁星任务会增加什么东西？宝可梦啊，我觉得他地底吧，真钻都有地下的那个地下的洞穴了，然后可能还会增一些那个啊雕像，可能要做些雕像手工艺之类的。再一只，我应该有抓啦，等一下啦，看一下啦。干没有哎、欸，放光了哎、欸，我在那里抓一只了，我怎么放的那么快呀、啊？俊瑞弟弟，你怎么没有提醒我？原时空之类的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我在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把特性这东西加进来，因为这一代还没有特性啊。啊，他总要说明说特性该放进来了吧？还好啦，其实这个就还好啊，这个只要一只就够了。所以，等一下我有两只色尾，不用抓，不用抓，水啦！想起来我有两只色尾。我先拿好了，刚刚箱子里好像有啥、啊，看一下哦、喔，哪里？课题解完有什么奖励吗？没有，没有奖励，完全没奖励。已经有人完美课题了，然后没有奖励。哎呦哎、欸，你眼睛怎么那么利？没关系，这边有两只俊瑞，我还是叫人家名字，很熟呢。两只，等一下哦，泥巴炸弹水流尾，泥巴炸弹水流尾，又是白木水流尾，哎。有奖励啊，图鉴上有宝可梦球会闪光特效够赞吧，这还好好不好，这叫奖励吗？那以后我要奖励你的话是怎样，在你的脸上画个星星。奖励不是应该要拿到十只的东西吗？还是你觉得像女朋友说你的情人节礼物就是我啊，这种东西，干嘛？平时摸不到你哦、喔。放不下了，放容易放不下，你懂吗？你平时啊，你没有女朋友啦，抱歉。我想要色尾去抓，我想要色色啊，怎么了？你跟我讲你想要色尾啊，那个吗？我也想要钱啊，你要给我吗？小朋友，你再乱的话你会消失哦。啊，这两个小朋友等一下再乱打字的话我让他们安静。闹够久了啊 ,Hello, 安安。
欸，很痛呢。欸，很痛呢。不是摆出来让你们打的呢。俊瑞，你怎么要死掉了？你的情人节路就是玩虚拟女友吧？不是啊，就都会这样讲啊，不然就是你的生日礼物就是我啊。哼，没有啦，我还是会很开心啊，表示我那天可以任我摆布啊，只能摆布一天，之后就364天任他摆布。这里吗？隔壁。等级差加二打一，说到二打一，我还在不爽 NPC 可以围殴。对啊，他就古代人不讲武德啊，啊谁知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现代是这么有规则的人啊。他应该也很错愕吧？你为什么不丢出两只宝可梦来跟我打？为什么要丢一只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不是啊，啊规则就是要一打一啊，啊你怎么会二打一？捡大便，哎、欸，俊瑞捡大便，俊瑞捡大便哦。等等，就把放牧场的全丢出来。什么东西？啊，你是 NPC 啊？哦，不是要群殴吗？啊，四百多只打你一个，还好吧？怎么了吗？啊，四百多只。你一只宝可梦打两百只还行吧 ？PP 够吧？就死在 PP 不够。我那天有一次没开台，也是五次水母玛瑙水母在解他的课题，还有那个霓虹鱼跟那个灯笼鱼吗？还叫什么？就反正那两只鱼要不被察觉捕获，哎，有够难的。这个霓虹跟荧光，你看不被察觉。然后体重较重，然后这个也是不被察觉哦。这两个最白目了，这两个有够难抓的。哎呀，到时候要抓再问我怎么抓，我可以分享我的心得。当然那个烟雾弹会快一点啊，只是我的方法是没用烟雾弹啊，所以稍微慢一点。哎，我去哪里？尾欧后面最后一团肉，你把它装在宝可梦去。哎呦，然后拿去卖吗？可以不要猪背吗？猪背很可怜。可以那个谁就好吗？顽皮雷弹的那一只，把它装成肉泥就好了。还是可以把聊天室不乖的观众装进去。这是皮卡丘在休息耶，对。
吓到了吧？嗯，好了，点完了，换下一张地图先。看一下猫舍尾。其实刚刚贝船那边还要再看一下，那边没有逛完就跑过来，无情的变成肉，绞肉开始。对啊，古代人有一种酷刑叫绞肉。有宝可梦是很恐怖的。欸，然后那时候是谁跟我讲说，那叫什么？宝可梦是那啥？是不？对啦，现在看到宝可梦不是在草丛外走路吗？就是因为现在的我那边乱抓乱捕获，然后吓到通通躲在草丛里面去了。就是因为我们滥杀滥捕获滥抓。哎，阿香，你的波克击鼓打完了没？每次经过这边都想问你一次。我把它拼回来，叫你吃下去，跟你讲。哎，欸，这边不是有巨翅飞鱼吗？哦，在这。捕获较大。啊，不是，哎呀，我要丢宝贝球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输定了。我，哦，还好，输定了。嗨，谢宇翔，哎，不，谢翔宇，打完了，我还抓到一只头目，哇哦！你竟然不选择把头目打死吗？因为头目不会跑啊。你还是看谁可爱？是看 NPC 可爱抓回来呀，还是看宝可梦可怜？谁谁谁谁？有打死就好，有打死就好。可是那时候第一次经过这边，就遇到波克击鼓。都不知道自己多幸运，欸，真的是不知道，喔，就经过把他吓走了，然后想说为了抓波克比那边刷半天，又遇到波克击鼓，然后把他吓走，然后真的需要他的时候才知道他很难遇。哎呀，新手啊，新手怎么看那么菜啊。看白天了，糟了，错过了，搞不好会有色尾的头目。我正在打望罗，打了十几次也不行。你有坚持自己的原则吗？没有坚持的话，欢迎加入色尾克利亚教。啊，色尾克利亚是你的好选择。我们这边买不到吃亏啊，买不到什么鬼，忘记了。现在赶紧入教，为了阿尔宙斯看到沙埃罗大量出闪了，好开心。
用标志功能，加没关系啊，出了再刷，就是你抓到闪的那一次先存档嘛，啊，先回营地回报存档，然后你再过去遇到没有的时候再读档啊。哪里啊？没到。对啊，他这次的回系有烟雾，很扯哎、欸。瑟维克利啊，啊，我都喜欢这样叫他。哎、欸，我难得叫对，你一定要说错。刚把他吓跑，所以还在堵挡。你也在当那个吗？变态员外吗？我没注意到主线带着一只年美龙，还有一部。一家打忘萝卜了，一步一家就是月亮一步跟仙子一步横坦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是要带着那个卷卷那个、啊、嫦娥突过啊，这一代的月亮一步跟仙子一步还是很猛，所以那时候有人推线是也是推月亮一步跟仙子一步，平民队啦，也不说平民队啦，反正就是你只要够硬就可以了。他打不动你，你就慢慢磨死他。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玩法。我用纽拉打冰系的玻璃大炮，在被打爆之前打爆对方。对啊，啊我没办法，我怕被打，我怕被打就选择说，那就硬一点啊。你可以看聊天室的观众啊，他们会给，他们也给意见嘛，你就听嘛，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啊。仙子一步你觉得还好？我干那个有一个影片就说仙子一步 number one， 然后是推第一名。我看一下仙子一步也还好啊，为什么不是月亮一步第一？他就只是单纯私心把仙子一步放在第一名啊。波克吉古不是两只在飞吗？啊，可是那两只不能打啊。那两只你去试试看，你宝贝球就算丢到了，他也会扣一声，然后弹回来给你。这个我试过了，听起来反正你喜欢调戏对方的玩家，我调戏对方，跟你讲，我是无赖的那一种，好不好？啊，就喜欢闹死对方的，好吗？他今天可能已经放弃了求生欲了，我还在慢慢折磨他的那一种，原来是要打的啊！来，先睡到晚上。我想将真传的瑟维克利亚反过来，真的很美。我知道啊，我有一只啊，我的是够的，我还存着吧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存的克雷瑟利亚嘞，在这，这个是我在 Pokemon Go 的，那时候第一次抓就抓到的，它、啊、真的好漂亮哦，母的开心，恭喜！干，你那么快就抓到母的哦，好扯哦。好羡慕哦，怎么会那么欧？我大量预闪都没有那个运。我们皮宝宝还差抓一只，然后啊，然后这边晚点我顺便走一下那个草 baby 的路线，不过这边视线太差，啊，我们等一下睡到白天再来抓。我以为瑟雷克利亚会再大只一点点，幻想中的神兽都应该要很大隻，结果现在都好小一只。哎、欸，有皮宝宝看到了，
布拉多那些动画超大的，对呀、啊。你看他是野蛮鲈鱼，然后跑掉了，快跑差小，明明就超级远的。然后只是这样飞经过，他也会吓到。我是觉得很没必要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欸，不对啊，我野蛮鲈鱼是不是解完了啊？那时候麻薯是用 BOSS 跟我换的哦。哦，抓到了。看就是要进来，再看。哎，对。早期无印版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好像在宝可梦乐园吧，不是那时候有那个吗？一个好像机器做的，然后是皮卡丘啊，然后三圣鸟的那个一个机关，然后就看起来超大只的，所以那时候会以为神兽都这么大只。很早期，很早期无印版的，那时候什么皮卡丘跟闪电鸟那些身上都有一些很特殊的纹路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，神兽应该都很大，就看了那个露琪亚爆蛋的时候，哇，怎么那么小只？对啊，野蛮鲈鱼怎么会那么胆小？完全超出想象哎，来来。这个是草 baby 的路线啊，中途也会有龙龙石跟铜镜怪，这边一颗，然后再来是这里，然后这边树下这一颗，然后后面这一颗，先修理起了，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然后这一颗，哦，这边还有一颗，这边里面那一颗，这边一颗，然后走到底有个橘色的这一颗，然后都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回营地。然后那个大师的那个啊，做那个什么作者的，不是作者，那个什么版主的攻略。然后那时候我是边看边那边记，看半天。我差一点就赢了，赢什么？哦，忘罗，你就加油啊！所以你就看你的队伍里面要不要塞一只克雷舍利啊，或是月亮伊芙啊，这一颗。橘橘的这一颗，然后这颗橘橘的一颗，那再来是峭壁后面会有三颗，这里一颗、两颗，然后第三颗在后面，橘色的，亮亮的敲一下。不然就嗑药，对吧？不然就吃复活碎片啊，复活心块。然后这边墙壁这一颗，再來是里面会有两颗。哦，然后这边的草 baby 这都是面向这边呢，面向北边呢，看都面向北边，所以。抓他们不被察觉是好抓的啊，就靠近从后面丢承重球，然后转回去，然后这边一颗，哦，然后进化啊，这边进化。好 baby 跟电池怪，不，小池怪他们进化要来这边进化。
再来出来之后，左边上面会一颗，这颗的话我摇过三次，一次出草 baby， 两次出龙龙石。好了，路线就这样。他摇的几率超低的哎、欸。那 我就是平时路线都这样打啦。哎，现在路过要顺便打这只了。看一下哦、喔，水属性招式打倒，水属性。来，你继续放，你继续放，你放多一点，我之后就少放一次了。客家一点，来这边敲箱子。可是我觉得太花时间了啦，你就我在想说，就干脆好好的刷四维就好了。你还有时间那边敲箱子，你懂吗？就今天你做一件事情好好做，你在那边敲箱子，然后浪费时间。我是看到箱子就很想敲。再刷客人怎么能出第一步的设围？哦，那边会出啊，可是我没有遇过啦。干得那么好，怎么那么好？攻的对不对？攻的一步对不对？欸、亮亮的箱子，保佑我是母的，我希望是公的，不要说乌鸦嘴啦，公的几率太高了啦，母的我只能说好好哦、喔，好羡慕哦、喔，干完蛋。他刚刚有摇吗？你其他地那是打第二只红血吗？要不要打到后面你才发现说他有第二阶段？好哦！哎，理论上我刚刚是被电死了吧？理论上，你刚才讲理论。好了，点完东西了，继续解课题。
Yeah！ 来，我们鲶鱼王。哎、欸，四点了哎、欸，鲶鱼王课题解完再打吧，再打吗？我让你们选。好，我们去刷一次。自攻的我好开心啊！我的天，最好是啦，保佑是我的。自攻的我好开心啊！哎、欸，我是在给你们制造机会，看再多一只伞的话，就可以打三场麻了、欸。哎，我在为你们制造福利啊！啊，不是哦，今天如果是刷到母的，我才会开心啊；刷到公的，我也其实还好。变态员外来咯，可是你要至少你野伞遇到伊布啊，很猛欸、欸、我被我踩死了，看屁啊，快跑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不用看了，没了，没机会了、啊、怎么多一个尸体，怎么又有，哇，这尸体捡不完呢、欸、哇，一定是我一开始没有先去捡尸体 啊糟了糟了糟了，很小、喔、给我走上去遇到毛头小鹰色尾，我会气死了，对啦，闪光小我眼吼，野闪吗？还是大量？不能，我要诅咒你们，都吸干我的运气。我还不许看台，很小、喔。哎、欸，在这儿。大量哦、喔！我在这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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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有时候经过这片湖，如果闪了一下，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只。我闪了一下，是那个勇士野蛮鲈鱼，我会哭欸，要怎么办？它是缘分宝可梦欸，勇士鲈鱼野蛮鲈鱼，勇士宝可梦，会跟你走就是会跟你走。来一个。这边有一步啊，对啊，在这，这边我会有一步。好了，没有闪。没有闪，好，回家。回家啦，拉本，这边好冷。啊，晚上阿米哥，如果没的话，我想一下哦。
我再想想要课题还是要日麻，再让我想想哈。然后日麻还没有活动，就只是卖衣服的话，那还好。哎，白痴哦，骑什么雾？啊！被烧着那个在提人数的啊！啊，我就喜欢把人数都隐藏起来，就是已经知道没什么人看了，然后就故意把那种观看人数给隐藏起来。啊，结果他还在那边提，我的天！看吧。像这些聊天室一些小朋友那边啊，怎么聊天室好安静啊？怎么只有多少人在看？欠打，却很有活动，什么活动？没事啊，反正等一下看嘛，等一下我还是会上去看啊，不不，等一下还会打、啊，打完再决定晚上有没有看。如果他有什么？我讲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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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开始。看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不对哎，鲤鱼王的技能好像四点半弄不完哎，因为还有钢猛啊。刚猛二十五次，有什么可以放？好，安静是木木讲的吗？还有啊，志源吧，志源好像也有说过吧。那时候就整个是惹到，我说干就不要提聊天室很安静哦、喔，就很不尊重我啊！人家只是单纯挂台看台啊，是怎样？聊天室又不是给他们聊天用的，聊天室的用意本来就不是给观众自己聊天用的，要聊天去什么所交友聊天室去聊啊？所以今天没有什么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一次而已啦，一次惹到而已，没有到生气。惹到我什么嘞？就在上课的时候看我台。晚点应该就是一直在刷天蝎王的任务吧，顺便敲曹 baby， 那是关台后啦。就敲矿那个任务真的是太无聊了，还是你们也想看无聊的过程？是敲矿，然后出曹 baby。欸，他比较难是难在他没有固定的点，他的点都会含。铜镜怪跟龙龙石，我那时候以为哦又有摇了，去敲，都是龙龙石，可以啊，压啥？反正有声音听都好，是不是？反正私下先敲嘛，啊，搞不好刚刚不是敲了两个吗？搞不好
你们下次看到我敲，顶多就变四个而已。挂台刷图鉴，对啊，就其实也没有想要有什么东西，就是有些人做事就是要有声音啊，啊我也懂啊，不然我私下等一下就是看那个了欸，金斯曼起源了欸，哈哈，Kingsman。你看皮宝宝可以进化了欸，真的很快，挑了几下矿就好了。而且你看开台又可以问你们问题，有些问题你们还知道的比我多，然后聊天室可能会问我问题。欸，哦不是色尾北七。颜色那么像干嘛？颜色那么像干嘛？啊！就问你，颜色那么像要干嘛？怕没人认出你啊？哈！哎呦！看我的！刚猛睡觉，哇，半困的你，嗨 CYY， 怎么了？放火没开台？怎么了啦？我回来啦！我是叫错了 ，CCY， 对不起。欸，我讲真的啊，刚猛睡觉回的血更多欸，你知道吗？就刚猛跟迅疾就是真的 buff 有差，你放刚猛冥想持续时间很久欸，你看哦，他睡一半以上的血哦，睡到满。不然平时睡觉蒸蛋那些都只是补一半的血啊。先给一只死好了。好欸。这样就可以更安心的睡觉。冲啊！冲啊！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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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哇，一只冲走了！哇！欸，阿亮，你现在有在玩吗？还有在玩阿尔宙斯吗？没了吧？没错。没好。
汤姆，水流尾，跟着金大一起玩，常常以为自己遇到野山啊！我今天也才遇到一次而已啊，两一次而已，第一次是在开台的时候遇的哎、欸，等四月 DLC， 所以他也是付费 DLC 吧？欸、靠！好，一年头车，我忆你的念。啊，妖修！啊，妖修！一起妖修，应该是好吧？我到时候要想一下怎么付钱，因为我还没有在这上面买过东西。对啊，晚点等出了再去问怎么在 Switch 上面付费。你有办法欸，有办法什么？哦，不是因为我领域方有发出特效，这回的音效又不是这个。死了。E sharp， 就是我不知道啊，没买过啊，所以我才都买实体版的啊。嗨 ，hello。Switch 上面付费啊，只不过我的方法。啊，那这样子我也好像有付过费哦。我的光遇有在上面买过林克的东西，那应该还 OK。反正等四月啦，四月初了。反正四月初了再来看一次就好了。那就可以啦，那就好了。用电脑也没买就是了。可是我还要想一下账号是多少，我已经忘了账号多少。因为那时候加会员的时候，那个干爹有陪我弄。基本上这种魔法小卡都好解决，没魔法小卡好像可以买。啊。我就四点半做得完欸。安安三安安。可惜水流尾不能钢梦。最后一次钢梦。我是不是忘了？忘什么？我赢了，恭喜恭喜！你用什么队伍啊？你用原本的队伍吗？还是有换我们的教主，我们的莉亚教主？不是晚了，还没啦，等一下还有两场日麻要打。不会玩呐、啊，玩的话，人家是罚几杯啊，我这边是罚斗内杯。这草皮这次很烦呢、欸。人烦躁呀、yeah, 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回家啦，请打开你们的日麻咯。得了灯得得了灯得了灯，哇，他怎么可以看到我？哦，没有，
敲一下这个。它是 NPC 的哎、欸，好吧，他告诉我那边有闪光，我们去那边捡捡看。你看 NPC 在跟我说那边有闪光。情人苗球同伴加满爱的力量，红鸾星闪闪在发光，爱情很快就要来，用真心看未来，幸福铁口直断。红鸾星闪闪在发光，飞云也不孤单，爱的天灵灵，爱的地灵灵，感受所有的坏天气。好诶，完美。没想到，是没想到泥泥鳅捕获任务这么快啦，真的是大吃我一惊。打开你的 Apex， 我的天啊，我也蛮长的啦，有时候打开麦块都打开我的绘图软体，应该说要打开绘图软体就打开到麦块，相反。捕获次数这个还可以啊，怎么每个？我后面都在丢泥巴啦，白痴！你确认种类？它有什么种类？还是我都刚好抓到公的？好，晚点再去抓，反正抓嘛，丢泥巴，然后这个毒液冲击轨迹，刚猛轨迹，好，总有抽角色没有？哎，我真的还好哎、欸，我真的。我真的很讨厌抽角色这东西啊！你要嘛就给我保底，我保底去买。像那时候也是啊，风之谷，然后他们在抽轮回。我想说啊，那个就很难抽，我就没有那个运啊，我就直接买现成的啊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前往雀魂麻将。好了，今天两场哦。啊，晚点有玩的话，下午抢过的就不要抢啊，反正先抢嘛。下午的事下午再说，搞不好下午没有玩啊，搞不好晚上没有玩啊。不要说什么啊，先不抢，等晚上。不要想太多了，晚上还不一定会玩。公的是一种，公的种目是一种，对啊，他有缺，他有。分公母啊，通常有确认种类，那就是有公就跟那个啊性别差异啊。打开音效，好了。你的克雷瑟利亚，对啊，就是克雷瑟利亚可以一穿很多个啊，就很强啊。哇！请问，先来买。商店，小鱼，我要买了哦。88，我现在多少？16，多少？16。176嘛，176，一买这个，啊干还不够哎，干要买这个，多少啊？920块，我知道香爆啊。哪次不香了？
920欸，寻觅商店。刚解锁了什么成就？我的天！啊！小鱼，那你，讲话。那你，还可以闪闪看。哎呀，哎，出了，你老婆出了。灰玉可以换券了啊，没事啦。那个灰玉有他该有的地方。哎，不是啊，我，请问啊，如果要去看这个，要去哪看？仓库吗？不是吗？我是不是就只能从这边自己看，自己爽？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在哪里？先确认一下，这里。你看，明明还没抽到，就已经先买了。它真的很香呢，哦！等一下，有好开吧。只有券能换灰玉，我也记得是这个哎。小鱼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哇，菜鸟，你还是买的嘛？你这臭傲娇，买的很香嘛？那边当时在说什么我听不到，我不知道。欸，他头发和颜色，哇，干，真的是你的本命。欸，猜哦，开始懂那个猜我是什么意思了。你可以改叫踩我灵了。欸，不要叫踩鸟了，叫踩我好不好？我们这样说定了，叫什么踩鸟啊？叫踩我，这是鬼吧？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。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嗯，あ、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我忘记是谁不喜欢栗子啊，66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都不喜欢栗子啊？你那阵子的回我就不喜欢啊。不喜欢单张栗子，什么单张栗子？我看你也蛮常没有单张栗子的啊。感谢台柱的野伞欧气，我遇到大舌头，大
蛇舔头目，你是在抓花岩怪的路上遇到的吗？网络还是很烂呢。什么？原来可以结婚了、喔，我都忘记了哎、欸！哇，忘了这回事。没有啦，我没有，对不起，记错了。栗子，这个本来就会说话，抱歉。没有，我是新手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栗子本来就会讲话了，抱歉抱歉抱歉。天牌。栗子多拉尼。怎么跳回来麻将了？他、啊、就打麻将啊，他、啊、就打麻将啊，怎么的？钱太少不立直，你好没梦想哦、喔，没错啦，刚想刷花眼怪，对吧？我想说 ，BOSS 大蛇舔，那不就在花眼怪的路上？假期安安，我要和朋友玩耍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哦好好好好好，早早打掉这两张了啊啊啊啊！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。理解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新表情哎，哇哈哈哈哈！小鱼，快等你开来玩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リーチ。我抢不到，不是啊，我等你开我的角色啦。还是你也买了？你不是不在自己的账号花吗？
チ。楽しみ。天杯。等你关我再开，我等一下就关了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怎么那么像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游戏，这不愧是色情游戏。我要帮我解任务。对啊，就是要让你解任务啊。哦，一直下雨好烦哦。香香的任务，香香的解任务，香香，叫你啊，香香，这样就色情了吗？不是啊，他游戏分类就是色情裸露啊，你要不要去看他的分类？你要不要看一下《雀魂麻将》的游戏分类？你怎么这样误会了我啊？道歉哦。不是恐怖吗？欸，这也悬疑惊悚，然后色情内容，为什么会悬疑惊悚啊？它的分类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因为打牌过程就是那嘛，很悬疑。多好笑啊！那我们来加一些什么奇怪的？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好了，还有恋爱模拟，我道歉，对不对？累魂累，对，我还可以加什么、啊？看一下。欸、真的有泪魂系列，为什么啊？泪魂系列，然后裸露第一人称射击策略，欸，这人都加进去了，白痴啊！恋爱模拟，为啥是泪魂类啊？因为死掉就重来了吧，很合理啊，因为你结束后一轮啊就重新结了。恋爱模拟有啊，我是看他现成的游戏分类啊。嗯。啊，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楽しみ。我继续刷一下贺题好了。理解。龙。
哎、欸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完了，阿木为不爱我。麻将ができて嬉しいです。调整造型，换回来。太心不在焉了，刚刚早知道就立直了哇！一直在等，还想要试战课啊我。啊还想试战课啊？竟没抢到，在打字啊，在打字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没事没事，早点下班，早点关台。但今天开好短哦，今天太慢爬起床，今天太晚起床了，起不来。你刚刚忘了抢吗？哎，对耶，我要开一下光遇。阿刚，啊，果然还是灰夜姬爱我。你被被窝绑架了，没事没事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但我还以为彩鸟又在场上呢，吓到我了。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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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请问一下，要抽的话，等合作会比较好吗？看你是要抽你想要的角色，还是怎样啊？怎么想？你如果有那只角色加倍的话，当然会比较好啊。啊，只是过几天会有那个，他们说什么灰夜姬也想谈恋爱，还是叫什么的？那个跟动画联动，你可以等那时候再抽啊。啊、那个我就不会想要氪了啦，我会氪啦，但是我不会抽啦，我会给我的干妈抽。我有什么压力啦？抽不到就算了。扛住以后有机会啊。你说哪一个啊？灰夜姬吗？我四宫灰夜吗？还叫什么？伊布大量发生跟很好选啊，拜托，怎么会难选？但是伊布啊，你可以去多关心一下托的那个、啊、日麻频道啊，啊，那群神经病有事没事都会在上面po东西。哎、欸，我也去看那个啦，那个吃耳朵那个四个漫画了。
嗯，还好吧。讲什么？突然蹦出一个什么吃耳朵？那发生什么事情要突然吃耳朵？哦不，码头的火没了，利恩没得挂火了。利恩没地方挂火了。请问我是用错角色？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刚刚是不是用错角色？我刚刚也觉得我是用错角色啊。那群那群啊，怎样？神经病们。对啊，想说上去啊，挂一下火啊，没了没了，那我要去挂秘密基地的火。我要去挂那个隐藏秘密基地。这只狂输，不是刚才鸟赢欸，是不是你驾驭不了？码头火没了，对啊，所以我要去挂那个隐藏的那个基地。他今天的任务也很鸡掰欸，是要去那个哪里？正岛码头，正岛。所以等一下六点再去。想说晚一点开台前再跑一跑，六点再跑一跑。我思考一下是不是我的问题，你想一下哈。OK， 利恩我到了，带乐器飞我。你要挂网的话可以带乐器飞我，然后我被唬了，干。干干干干干。喝水。喝水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リーチよ。欸，那我这样算平胡吗？欸，好，你还是不要用这只角色了啦，那个。哎呦，你还是不要用这只角色了啦。完蛋了，他要哭了。啊，怎么香喷喷的角色却这样子？欸，对，这样。你做错了什么吗？我不知道欸。
你干，啊你怎么回来了？一毛一样。你怎么不是打老娘啊？要打老子？打老子看起来比较凶吗？刚刚2000点的那位笑得很爽，哪一个？这位哦。哎呦，牙齿白啊，一直笑。黑呀，黑呀。还是要打掉欸，我差点杠下去耶。双等于他小，这里的火跟馒头的上限是一样的吧？对啊，一样的啊。啊，可是至少有地方挂啊，至少有地方可以挂网啊。然后，你只要再稍微跑个图就好了。所以，看你啊，如果你还是觉得要吃馒头比较好的话，你就可以等馒头的啊。因为我现在没办法一直挂着，长时间在设游戏上，很累，很锐耶，很锐耶。白天我也只能挂一下哦，就放着啊。刚刚打完动画才看到房间在线上，所以过来看直播。看到我在线上，什么意思？你是透过日吗？看到我在线上才看直播的吗？你好意思吗？理解了。
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今天连线好像比平常更惨。打错，抱歉，没事没事，完全不懂你在打什么。干，这个也是不立直的，好好好好好。干，这音效也太猛了吧！你好小啊，就不立直嘛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好啦，感谢啦。看一下任务，任务是什么？活动，累积弄，叠加放枪冲自己。这是干嘛的？和一次牌包含两番以上的意哦，我应该要先看这个呀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小鱼交给你了。然后嘞，是翻这个吗？哦，这么多哦！我要不要买啊？我要现在买吗？哎、欸，好啦，小鱼，我现在买了、喔。我本来上礼拜想买的。哇，那我今天花了1000块了。那个要翻出完整的图形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两张一样的吗？我知道啊，我是想说你们那天跟我讲说会有那个活动角色，然后那天本来要开始买的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每天活动完成任务可获得翻牌机会，每次机会可翻出一个，翻出完整的图案可获。啊，它就是翻起来会再盖回去的吗？还是不会？我以为是那种记忆力大考验呢，是翻这个啊，不对，然后盖回去。不会哦、喔。啊，我来一二三四。六七八九嘛，十九，在干嘛？没有，类似戳戳乐哦。啊，最大奖是什么东西？还是没有什么最大奖，就是让你戳而已。完整露出就有奖励呢。啊，为什么这个可以露出来？我刚好是挖到一格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应该凑个爱心的吼，小鱼。好啦，剩下给小鱼玩吧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那我们晚点见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个只有一个，我、哦、太衰了吧？怎么开就只有一个、哦？好啦，那我最每天要上线零每日了。好咯，大家拜拜。来看看有谁开台。欸，白痴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影片还没上传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今天影片还没上传，剩下三分钟两分钟。等一下哦、喔。缩图开启，白痴哦、喔，今天影片还没上传呢，确定启用插播广告，插
我再插，继续储存，下一步提交结果。然后突然想要切个画面看一下有谁开台，啊？怎么画面是到那个请选择你要上传的影片？哎呦，白痴哦，在干嘛？极限上传，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传好了传好了，好啦，两分钟后的影片见啦，看一下有谁开。欸，小雪今天是不是还在抓那个啊？好啦，我要去小雪台湾喽，大家要看我的可以来这边哦。好了，拜拜。